香港呢，8月31号，那警察在太子地铁站，没有乱打人。对了，所以呢，听说呢搞出人命了，那些救护员呢去要去救，那警察呢把那个地铁站的门关起来，不让人进去，不让人救护，人都送到沙子里面，警察呢不理，就是拼命打人，打了就走，跟那个比流氓还有流氓。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警察的报信呢，我就看见了。所以呢，我们既然就今天这个日子，因为香港政府呢包庇了警察，完全都不知道，他说没有事儿，但是里面有人受了伤，有人死了，警察乱打人，也不表示身份，也不表示原因，非法执法，非法杀人，所以香港人很愤怒，世界人很愤怒，我良心都很愤怒。警察是这个态度，政府的官员很警察的，还有流氓，比黑社会还黑社会，他妈的！对呀、这所以我们看到这不公道啊！这法治国家不应该有法治，说不应该有的事情啊！政府不说话，我们来说话。好，好，我应该说话。
today, this time. I was just passing by and I feel extremely sad for anyone who's being attacked by communism and the terrorists that call themselves government in communist countries. My heart goes to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I really hope that they will withstand everything that comes their way. No torture will kill your spirit because it's in your heart and in your soul. You fight it. Would you mind your occupation or your name, first name? My name is Modana. Thank you.反革命都罪犯了，都是一个不小心
将那个当时的中国的报纸拿来在公园垫一垫屁股，上面有毛泽东像，那就可以通常可以判得到十八年的。我当时是判了5年，我现在还有那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我还保留着。那是市级的法院判的，但我而且是两父子坐牢。我父亲当时在是一个医生，这是医生，但是呢，他医院那个院长啊，什么也不懂啊，就说他讲过几句，毛泽东呢，姓毛，可能是很多毛，就这么一句，判了有期徒刑12年，就这一句话，判了有期徒刑12年。整个世界都不可能有这种这个就无耻卑鄙无底线的这种法治环境，但是在中国这就是常态。你怎么想？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不足为奇。我的祖父的，我的祖父辈他们就是在那样环境下，这个活过来的。讲了这段话，那您是？
好。